我们去了解一下当事人的身体状况，好，然后顺便请他补签一下抗告状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心情怎么样？他目前心情蛮很稳定啦，好。会不会找一点声音？哎，这个因为涉及到案情，我们案情的部分都没办法透露。好、哦，好，谢谢。那我问一下，那个负责警化审案是科主席苏长官。这个卷证里面应该会有。好、哦，这个我们都虽然跟案情有关了，我没办法跟大家说明。好、哦，谢谢。他被你压一点，他就觉得。当然啦，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。就是他只是一个承办人员嘛，那当然这个大家都会心情上会有所影响，这个一定的，对，谢谢。